集结新手带任务该怎么做？原来自己就可以解，完成任务就能获得免费的闪耀币。提前说一下，这个任务会比较耗时间。首先呢，我们的邀请码要先复制好，再点选右边这个符号，点开设定。这里有一个用户中心，点选左边这排第三个，点击继续新增游客账号，然后跟住新手教学跑完过程。这时候要注意，因为等级关系还不能输入邀请码，所以我们需要再匹配一场巅峰派对。完成后就可以在活动中找到集结新手蛋，输入自己的邀请码。这样就成功获得一个人，以此类推，创建15个账号绑定，就能获得150个币章，这样就能兑换30个闪耀币喽。你也可以选择单只练到5等，然后再开其他账号刷。缺闪耀币的瓜子们可以冲了。想继续看更多有关蛋仔的搞笑片段、逗趣实战画面，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蛋仔的第一消息、参加任何抽奖活动，记得关注我哟，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时候会办抽奖哟。